这个大哥，你吃过他家油饼吗？上那玩的时候都是能拿都走了。哦，这是炸汤馍。你这一大份面有多少？这大份？大概20-20斤。这面可亮，这是啥面啊？这是四面的。嗯。这个有多重啊？一个肩膀。肩膀多少钱呢？一块。 咱干这个油饼生意多少？有多长时间呢？25-26年了。哦，就给这个店干25-26年了。多少老吃的？多少？经常吃那个。啊，都老吃点哈。从两块开始。杨一哥，等一会儿。再放着你捏五块吧。 大姐，俺们这可少这个油饼了。哎，我就俺这一家。这一天能卖多少面？一袋面，一袋多。这个面就搁咱那油条面甩吗？不甩吧？不甩。你炒都起来。这晚上吃了给微波炉里边给电瓶城里称一下子可以不？嗯，电瓶城微波炉都中。因为我奶奶一买都是几个，她都是咋吃，疼不吃。 搁冰箱里想吃了拿出来。这一个得落多长时间呢？30分钟。两个，一个人转一转，一个人转一落。嗯。大哥，你吃他家油饼味咋样？ 好吃不错，这是我家的老式重花油饼，它这个油饼就是跟过去的那老传统做法的。这个是5块钱一个，这一个人呢吃不完。你尝尝，这个油饼吃到嘴里软香面筋，配这个胡辣汤，吃不着劲。这个油饼地址是在东大寺门向南20米路西。